这是丰盛殿堂下面的地下道啊，这就是二选一选错道的下场。不要走，留下来或我跟你们走。他们都走远了，为什么我还在这？没有这个手法的好东西。笑死我，下班也是在猜猜看，可能因为左边道要转弯，所以比较塞啦。每次去宜兰选错道真的会很想哭，一选错就是13公里。不定了，我们现在在干嘛？看别人被拍车速，把他等好久都没有车，把你去跑一次。嘴柄有的相信我，对，一定有。你讲一定有的，你相信真的。好了，我们可以走了。我都会笑死。那个路段好像是最新架设的，很多人不知道那个点。父女俩的小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上。喜提国家脊椎焦照一张，太电动车车主